好，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进场，有请张宏泰选手。好，提醒一下，我们接下来选手是张宏泰选手，也请黄友芳选手准备。这边呢，调整一下顺序。那目前在场上看到的是辅导祥音选手，其实的马匹是阿矿，来自于佑生马术中心。总扣点为李诗成绩67.84秒，好，谢谢祥音。